你为什么拒绝我？是我哪里不够好吗？不是，跟我在一起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生活到处都是充满意外，这有什么好的？那你就不怕我伤心出了意外吗？天哪，楚楚！啊，哎，楚楚，你干嘛？楚楚！哎，哎，楚楚，你快下来，你快下来！不是，你干什么呢？别冲动啊，别做傻事儿。那我头有点晕。哎，不是七七，你怎么了？七七。跳了，我刚去捡这条尺啊，它掉到外面了。我是真服了你这老六。不是你关心那纸条干什么？你看你姐都晕了。七七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有个人必须要捡，我姐就交给你了。哎你，哎楚楚，七七，七七，你还好吗？七七，七七醒醒，七七还好吗？楚楚呢？他说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好像去私奔了。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不是我，啊，不是没事儿。他刚才给我看了那个字条，我记住了那个地址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走。你知道你这样做真的很危险吗？姐，我都多大人了，能不能给我点自由啊？自由可以，但是你别好的不学学坏的，到时候被人家骗了呀，卖到那个缅甸当那个性感荷官呢。你懂什么啊？他终于来深圳了，我等了他很多年。我都跟你说了，网恋不靠谱，你为什么不听？你们都不了解他，他对我特别好，而且我们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。聊不完的话题，聊不完的话题，你找淘宝客服啊，可多聊不完的话题。对你好就是找你要钱吗？你能不要练呢？你跟我走。嗯。是你吗，玉树临风？是我。你好，请我喝羊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过当初。